这车越开越偏，砰的一声猛力撞击停在路边的轿车，瞬间剧烈摇动，但车身竟然还前后不停挪动。附近住户看傻眼，想上前关心时，车门突然打开，只见驾驶摇摇晃晃，边走边打手机，疑似找人求救，随后逃离现场。他有移动，但是后来又熄火，他又在滑动，然后他就开门出来，然后就走了。警方沿着民众指引的方向，在超商内逮到驾驶，但他还想装傻。不要买酒，不要买酒，给我买酒。你在哪？找到你停的车了，找到你停的车了。装了，对，录影啦。怎么了？装了啦。什么车？你的车啦。录影到了啦。事发在新北三峡西东路，张姓驾驶酒驾上路，发生擦撞事故后，跑到附近超商躲藏，还喊冤说不知道是谁开车，因为口渴才想买啤酒。不过监视画面会说话，谎言全被远景戳破。那经调阅监视影像发现，车上从头到尾驾驶只有一人。张姓驾驶去年七月才因肇事逃逸被逮，这次酒测值0.51毫克，酒驾开车酿祸，全案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。记者姚翔、陈冠宇新北报道。